这是西双版纳大桥，桥下面就是著名的澜沧江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江里面有很多人在这里捕鱼啊。他们都是大多数用这个挂网在这里捕鱼，因为现在这个澜沧江是属于风水地，这个水量还是很大的。这边也有三个人在这里，都是用这个挂网挂。这边也有。就岸边也很多人啊，所以说这个湄公河就是西双版纳的母亲河啊，大家没事都来这个河边江边逛一逛，找一下童年的乐趣。这远处也有一大群人，有的在捕鱼，还有的在钓鱼，还有的是带着小孩在这里玩水。因为今天刚好又是星期天，所以说出来游玩的人还是比较多。看一下这边也是，对面还有这个游艇啊，这个大游轮要晚上才能开放，晚上的时候就坐这个游轮看这个澜沧江的夜景也是非常的漂亮。哦，还有一个快艇开过来了，没事还可以坐这个快艇体验一下啊，感觉也是很爽的。哦，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江里面的人越来越多了啊，男男女女都有。